他没有那个的，没报名的，嗯、还没有教练证，没有了。哦，所以只能躲在里面。哎，有了，看到了，在后面。哦，对，那个很大只，很好认，哎，超大只的。有了，哎。哦，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我来电视网为大家转播的2015年第三届中信杯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今天晚间6点要进行的是由秀峰高中来出战是寿山高中。一开始我们来先听听看两队校歌。寿山高中校歌。Thank you.
号。好的，这是赛前呢来演奏这个新北市秀峰高中还有桃园的寿山高中的两队的校歌。那么今天在晚间的最后一场比赛呢，转播方面呢是由球评大胖郑敬义以及我张立群还有全体的工作团队为大家带来转播的服务。张你好，谢谢，还有各位嘉宾，大家好。好，这场秀峰高中的来出战是桃园寿山高中的比赛呢，两队就要力拼这个最后一个十六强的这个名额，这也是最后一场的这个32强赛。这场比赛的主审裁判呢是吴昌玉先生，一垒审的是黄俊杰，三垒审的则是谢东青。这场比赛的三位执法裁判。这是秀峰高中的算打击教练，前新农牛队、义大犀牛队的陈志稳，在职棒球员退休之后呢，则是来担任秀峰的教练。那寿山的教练是前这个统一师另外中信金这个绰号叫做伯清哥的江伯清。好，这是由新北市的审发会议员呢来进行一个简短的开球。在开球完毕之后呢，这场新北秀峰高中来出战是桃园的寿山高中，比赛呢就即将要正式的展开。那么这场比赛呢是要由秀峰高中的来先攻。来看一下今天他们所排出的先发打序哦，第一棒呢是二垒手蔡成祥，二棒呢则是三垒手施博凯，那三棒呢是中外手林志炫，那第四棒呢则是一垒手陈文茂，五棒呢则是右外手黄子玉，那第六棒呢则是游击手蔡正，第七棒呢是指定打击 DH 黄光志，八棒呢则是左外手林月星，九棒呢则是捕手许哲荣。这是这场比赛的秀峰所排出来的先发九棒。抱在一起唱歌看起来是他们集气的一种方式。其实现在各队也可以创造出一种所谓属于自己的一个加油的方式啊，像刚刚其实有一些球队获胜之后也会有一些原住民的舞蹈，我觉得其实这都是很好的创意了。另外来看一下桃园寿山高中这场比赛的所排出的先发守备阵容，投手呢是张哲维，搭配捕手呢则是黄俊前，一垒手呢是这个哈尼吉路，二垒手呢则是黄正尧，三垒手呢是钟孝成，那么在游击手的部分则是这个廖廷辉，三名外手呢分别是森伯恩，那另外还有吴正业，再加上这个宋宁伟，这是这场比赛的寿山高中的守备阵容。所以侧投的方式来看的话，刚刚赛前练习看到张哲伟在练投，其实控球的准度都蛮不错的。所以其实刚刚一上来的时候，我想秀峰的陈志伟教练也提醒了，就是说以侧投这个投球模式来讲，他会操作所谓国字八字的一个进垒的位置，如何掌握到大半弯在往外角或者往内角的一个位置，是在攻击上面蛮重要的一个策略。一开始球速取得领先，面对的是秀峰高中的第一棒，这个才小高一的蔡成祥。所以看起来打击能力或许受到教练团的肯定，但以他这个体型来看呢，我想脚程一定很快。挥棒落空，结果遭到了投手的三振，形成了一出局。所以张哲伟来讲的话，确实感觉到他的一个控球能力确实还蛮不错的，所以他面对蔡成祥的第一个打击来看，他几乎没有失投球，不管是他往内角或是往外角，进垒位置其实投得很好。是。那据了解，今天秀峰高中的一到九棒一共有六位是高一的球员。
所以今年看起来感觉是比较走培养的一个路线啊。也就是说，当现在来讲的话，除非你是这种强权的，包括像是平镇啊、古堡啊，或者是西苑啊、南音高院这些强校，因为这样你要找到好的选手会比较容易啊。但不然的话，你就有办法一批一批慢慢的来训练。轮到是第二棒的施柏凯，这个球点，我点的位置还不错，捕手接球转身，哦，捕手也传得精彩。如果是能够让他滚动的距离再远一点的话，以施柏凯就要形成内安打几率相对就比较高了。是，因为他这个球点的力道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有一点稍微比较轻了一点，所以才有让我捕手出来接球做转身的传球。这个球以黄金权来讲的话，开确实也传得蛮不错的。是，两出局之后呢，打击轮到是第三棒的中外野手林志炫。谁把球打成了半垒后方的界外？我想林志炫的生产率的，大家一定会把尤克里林画上，跟他画上等号。哦，你这个暴露出你的年纪了，因为尤克里林拆火很久。哦，是这样吗？林志炫早就单飞爆多久了，好不好？这个球打成了界外，这一棒打成了界外。我也不会演员，就算我只停留在尤克里林的记忆啊。可认错是？对对。对，那我赛前特别问到这个林志炫，我说你这个名字有没有造成你一些困扰？嗯，他说基本上哦，就从小求学还有到打棒球，他都会被队友取一个外号叫做歌手或叫歌神、啊，因为他是同名同姓。嗯，我要取这个名字也蛮有吸引力的。威棒落空，结果最后打击的林志炫呢是遭到投手的三振，结束了在一局上半秀峰高中的进攻，三上三下。桃园的寿山高中是后攻球队，第一棒呢是三垒手钟孝成，二棒呢则是右外手宋宁伟，那第三棒呢是捕手黄俊全，那第四棒呢是中外手吴正业，五棒呢是一垒手这个哈尼吉路，那第六棒呢则是左外手森伯恩，那第七棒呢是指定打击萧宏斌，那八棒呢则是二垒手黄正尧，九棒呢则是游击手廖廷辉，先发投手张哲伟呢在第一局投了三上三下，还包了两 K。那这场比赛呢，这个秀峰呢是由背号一号的林浩伟呢来担任先发，搭配捕手呢是许哲荣，一垒手呢是陈文茂，二垒手呢则是蔡成祥，三垒手呢是施柏凯，游击手呢是蔡正，三名外野方面呢分别是林月星，另外林志炫，再加上王子玉，这是秀峰高中所派出来的守备阵容。这一棒把球打成三垒方向的反弹，三垒手接球做了对角长传一垒，传得相当的快速，制造了打击的钟孝成一出局。钟孝成来讲的话，担任第一棒一定有他的脚程在。这个球其实一个弹跳，三垒手就接到，但最后他跟垒包的距离来讲，其实并没有差距很远。所以秀山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以台桃园来讲的话，这些年呢，其实很多高中球员这样都打得还蛮不错啊。那平镇不用讲，桃龙这两年来讲成绩也很好，所以有时候在选手的选材这方面来讲，要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啊。而且不只是在桃。
桃园本身自己的竞争，有些选手最后其实他国小、国中或许都留在同桃园，但最后到高中的时候，其实就会流到一些外县市去了。是。那还有这个汉英高中，就是他的前身叫做全桥。是。所以你看，光是一个桃园，这当然。他等于是说从三级棒球的最底端呢，少棒、青少棒、青棒，当然成棒啊，但职棒看起来都是对数很多，然后也强。当然我想江国金教练他也提到一点的，就是说还好，其实在桃园境内来讲的话，像是他们国小印象他就有十队，到国中来讲他还有5队，而且这5队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来讲原则上都不错，像是新民啊、龟山啊这些传统的一些学校，因此在选材来讲呢，我想学生也有很好的一个选择了。也就是说，也不一定大家都会挤到平镇去啊。或是有些选手已经习惯跟这些教练来做搭配的话，那当然他会顺理成章就进入到寿山这个高中这部分。是。好，这就是江伯清。算是我老队友了。对他，米迪亚是吧？因为陈泰也打过。现在是一出局啊，打击轮到是第二棒的宋宁伟。这个球主审判定是坏球，他的位置并不差哦。这个球其实投的真的很准。以第二棒宋宁伟的一个来看的话，他在选球的时候其实把自己的重心放得很后面，原则上就是要增加这种所谓看球的一个距离。接下来打击轮到是第三棒的捕手黄俊全。一出局再垒。相较于这个秀峰高，先来看一下这个牵制差点失误。相较于秀峰高中哦，这个今天的先发的9棒有6位是高一的球员。那么寿山高中这边呢，先发的9棒当中只有1位高一的球员，是被这个打第7棒指定打击的选手，其他的8个棒次都是至少高二或高三。这个球是一个好球，所以先发投手林浩伟来看的话，感觉让他速球的进垒位置还蛮有违禁的，再次采用一个高压的一个投球模式，控球的状况看起来还蛮不错。在面对前面2棒来看的话，刚刚虽然投出保送，但从那个进垒位置来并没有投得很差了。两队的前面的晋级过程啊，都是碰到这个社团球队，所以前面都可以说是很轻松打。一直到32强才是这个木棒对木棒，这两队才狭路相逢。这一棒把球打成三垒方向，这个球在界外。但以两队来讲，今天一定要拼个输赢啊！只有原则上只有一队可以进入到16强。没错。所以以秀峰这支球队来看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现在都比较着重在于高一的这一批的一个养成啊。现在其实在高中来讲的话，其实真的像我们前面讲抢人才抢得很凶，因为原则上队伍都还蛮多的，而且以私立的学校来讲又会比较有利了。那公立的话，毕竟他在这种所谓提供的条件上来讲的话，就比较低的一个吸引力的。2号球没有坏球，打击的是第三棒的黄俊全。走了，这个球捕手传过去，有机会哦 ，out， 结果盗垒失败。其实这颗球以许家荣来讲，一开始就稍微有点在做准备了，所以我们发现他这一颗球要传球前，他蹲的位置就比较靠近外角，但不管如何，他这个起身的动作真的还蛮快，这颗球其实不太好接了，所以他起身之后的传球来讲呢，传的真的是很准。这个捕手许哲荣也是高一的球员，2好1坏，这个球回棒落空，这球速蛮快的，把他打整了给三振掉，结束了在一局下半寿山高中的进攻变相的3上3下。
新北秀峰对桃园寿山，这是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32强的赛事啊，也是最后一场。从明天开始呢，就要进入到16强。那16强已经有15支球队出炉，待会再一一跟大家来报告。那么最后一个晋级16强的名额，就是要从这场比赛的胜队呢来决定。比赛目前来到是2局的上半打，将轮到是第4棒的陈文茂，也是一个高一的球员。所以看起来攻击的能力受到教练团的肯定啊。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的飞球，右外手移动过去，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形成了一出局。所以从第一局投到现在，我想张哲伟的控球能力有，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从他从投到现在12颗球来看的话，除了一些引诱球之外，其实他在投球过程中他几乎没有失投，把他所谓侧投的一个近垒的位置，包括内角跟外角的一个状况，其实真的投得很好。是，但在前面的几位打者，我们都只看到速球，接下来就要看他的变化球状况如何。一出局之后，打接轮到是第5棒的黄子玉。背号1号的张哲伟呢是这个高3的球员。他们的总教练又是投手出身，所以相信当然也可以给予他非常多的指导。我觉得其实在高中这个阶段了，有没有一个好的投手，原则上就是可能到他比较好的经验的人来带你的话，其实会给你在投手上面有很好的一个建议啦，包括像是你的一个投球的心态啦，或者一些速球啊，你如何来加速你的百倍的速度，近你的位置哦。有时候投手比较会了解在所谓投手这部分，因为以打者出身来讲，他毕竟对投手来讲没有办法那么深刻的一个了解，所以有时候你也会去想想，现在其实很多以木棒组来讲，那种社团球队就不要，以木棒组来讲，很多应该说很少教练是这种所谓投手出身的。中间方向这球打得蛮深远的，结果越过了中外手的头顶上。跑者现在绕过一点中的是继续要冲向二垒，没有问题。第5棒的黄子玉这一棒打了欧巴了，形成一支长打。本场比赛第一个失投球哦，对，就被黄子玉打出了一个长打。这个球以中外野手吴成业来看嘛，若是第一时间的他判断，就原则上一路往后退的话，还有一点机会啊。若是启动的一个时间比较慢，对吧？因为这样就没有办法在落地之前把它接在手套了。是。现在在一出局的情况下呢，跑者来到了二垒，来到得分圈，打击轮到第6棒的蔡正。蔡正在上来打之前呢，先看了三垒指导教练的暗号。三垒指导教练，就是前职棒球员陈志伟。其实陈志伟呢，他在他过往这个3级或4级棒球的经历，他国中是秀峰国中青少棒队的成员，只是后来他在高中的时候呢，是到了台东。也算是回归到了母校了。一出局，现在二垒上有跑者，这个球点，但点成了三垒方向的界外球。你不管是你要点哪个方向，球棒的位置必须得要在本垒板上空了，就是比较靠近跟本垒板那个直角平行，所以你最后点的位置掉在界内机会是比较高。刚刚你蔡正来讲，他点的时候是球棒就已经在身体后面，从这击球角度来讲，就比较容易旋出界外。一出局，二垒上有跑者，在2局的上半，秀峰高中的进攻。不过陈志伟他在这个指导区好像已经远离了他应该的位置。应该说了，原若是你出来的话，那当然主审可能会叫他回去那个位置，不然他不会硬，就是你一定要待在那个框框里面。但是规则来讲，你本来就是要待在那个框框里面。是，因为他是越走越近了，他已经快走到本垒板这附近了。这有时候是面对一些学生球队，他打的球没有那么强劲的，他吧？不然你们对，你想想看，这个位置如果是林志正在打这么近，界外球你连闪都来不及。没错，一个好球，两个坏球。这个球挥棒落空，不过他毕竟才算职棒刚退了，所以他整个身形的保持都还是一个就运动员的身材。是。
我维持的也还不错啊。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谢谢。因为反正你就大胖了，还是大胖啊，有什么差吗？没有比较胖就好了。然后就两坏球，打击的是第六棒的蔡正，今天是一出局二垒上有跑者，这个球打成了在左半边，这个球应该是上了看台。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一球一打出去哦，好像就是有点比较接近木棒组的一个感觉啊，这个球一打到三垒界外，是当三垒手一出去要接球的时候，投手他下球去补位的动作就很快。嗯，我觉得这就是在这种所谓观念上的一个灌输了。那赛前问两队哦，这个两队都说这应该是第一次交手。嗯，过往其实两队不管什么比赛，木棒比就是联赛好像也没交手过。那我不知道球员的印象有没有错，但是至少两队告诉我应该是这样。嗯，也良好三坏的满球数。现在以高中来讲的话，黑豹旗这次就不要算，光这种所谓在木棒组这边就有超过三四十队了。有时候你要一年里面呢要遇到一两次都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了。你除了你差不多每一次赛事都能有办法传进到前八或者前四强，我想这样的球队交战的组合就会比较多。两好三坏的满球数，看起来在这一局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投手也较有压力。嗯。打击的是第六棒的游击手蔡正，这个球出棒还是打成了界外球。侧头的投手来讲，面对到左打者，本来就要比较稍微注意一点，因为以出手的位置来讲的话。对左打者来讲，他呢，他在看球这部分，他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在的。两好三坏的满球数，一出局二垒上有跑者。这一棒右半边，这球打得非常的远。哇，这个球结果形成了一个界外球，界外哦。对，主审是很果决，就认定是界外。没错，因为现在其实因为是三人制的裁判，所以刚一垒垒包上面没有跑者的情形之下，原则上二垒的裁判，原本一垒裁判会过去支援二垒的一个垒包，所以在一垒这边来讲呢，他是没有所谓裁判的，所以就必须得让。主审必须从这么远的位置来判断最后球的一个落点位置。但是我们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最后一个脚稍微有点挡到，看得比较不清楚哦。哇，那这棒真的打得真的超远。嗯，超远的。而且以现在来讲的话，本来在台中球场现在在右外野方，它本来就是一个顺风。但不管如何，这个球其实蔡正来讲的话，就是咬得很扎实。主审判定是一个保罗布界外球，所以现在球数呢是两好三坏的满球数，一出局二垒上有跑者。哦，那个瞬间投不走，应该也被吓到心脏停止。嗯。结果最后是形成了四外球保送哦，这是张哲维所投出来第一个四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从这个点来看，真的还蛮。接近是界外的位置，对，好像是打到那个界线标杆右边那个护垫上。所以主审把球嘛进来，这么远呢，100多公尺有办法看得这么清楚吗？这个千里眼来准。打击的蔡正呢是获得了四坏球，现在是一出局一二垒上有跑者，打击轮到第七棒的黄光志。哎呦，垒上的跑者走了。采用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战术，所以看起来黄光志的球棒的控制能力是受到教练团肯定的。不然就是以那只左打者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球没有打到的话，二垒要往三垒跑的跑者是很危险的，因为捕手在传球路径来讲几乎没有受到一些阻碍。黄光志今天是打指定打击，那他是秀峰高中高二的球员。回棒落空，
现在球速都变成了良好球，没有坏球。所以侧投对左打来讲的话，当然外角球是距离视线越远比较远的，这样情形下是比较好利的，但实际上在内外搭配来讲要比较活用。也就是说，你决胜球在那个位置，但是你的内角也要配一些球，让打者在视线上面，他才有达到所谓交叉的一个效果。配合游击手做了一个牵制。你刚刚那个状况来讲的话，游击手一直在二垒跑者的后面哦，这样的情形之下，二垒上的跑者要离垒比较远就比较困难，所以这样牵制有时候的效果来讲就比较没有办法达到一定的一个效果在。这个球出棒打到投手前，投手拦到，先传游击，游击手在往里这边传，哎 ，out， 哦，双杀，厉害，哦，这是投手配合游击手，然后做的这个双杀结束了，在二局上半，秀峰高中的进攻留下残垒。这场比赛目前来到是二局的下半，要由寿山高中进攻打击，轮到是第四棒的中外手吴正业。这个变化球削进了好球，代打者没有出棒。所以第一局林浩伟来讲的话，虽然只有保送，但是捕手的一个长传的阻杀确实在第一局来讲的话也把他的伤害降到最低了，而且他今天其实面对这些打者的状况来看的话，那速球的进垒为进好像真的还蛮不错的。中间方向的飞球，不过懒洋洋的中外手就定位，然后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形成了一出局。所以今天看起来两队的先发投手真的状况都还蛮不错的。一出局之后，打击轮到是第五棒的一垒手哈尼吉路，这个身材相当的高大。那哈尼吉路是高三的球员，原名呢叫做郑凯威。哦，那他是在高一的时候，改成他的原住民名字，叫做哈尼吉路。蛮有特色的。通常这种名字一定会，勤劳一点的主播球评就得会去问了，对对对，所以一定要问。哈尼吉路，我会讲完之后，接下来可能会改成什么贝瑞邦兹，或者是有的没的。贝瑞邦兹那叫英文，好吧。游击方向的反弹球，游击手接球做的传往一垒，把打者呢给刺杀，形成两出局。挥棒的动作来讲，并没有做得很完整。面对到这一个球，其实好像只有轻轻的往外角一碰。想要靠自己的脚程上垒，若是以他的体型来讲的话，应该是把打击的动作做得完整一点了，他的打出的球会比较有破坏力。两出局打击轮到第六棒的森伯恩，高三的球员。现在垒上没有跑者，面对的则是林浩伟。
所以就两队前面的状况来看的话，如果是投手真的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想可能至少在前四局或者甚至到前五局，你说真的要大量得分，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最主要还是要取决于投手他的一个控球状况、进垒的位置。森伯恩目前的球数呢是没有好球，两坏球。二局的下半，寿山高中的进攻。出棒打成了在一二垒之间，一垒手把球给拦截住之后，抛给补位的投手，来得及把打成了给刺杀，结束了在二局下半，寿山高中的进攻没有得分。十月二十四号礼拜六，在台里大棒球场所进行的秀峰高中出战是寿山高中的比赛。现在比赛来到是三局的上半，那么前两局打完之后呢，双方呢是0-0，形成了平手。这个半局的首位打者要轮到是第八棒的林月星。那么张哲维呢，在前两局被敲出一支二垒安打，另外投了一个保送。不过，前半局最成功的当然就是让打者呢打成了一个双杀打。嗯。而且最主要是以他的投球模式，侧投或者是低肩下投的一个投球，他投完其实他进入守备动作的时间来讲是比较短，所以刚刚其实以张哲伟来讲，他的一个整体的包括接传的，确实是蛮有技巧的。球速现在形成了一个好球，一个坏球。而且刚刚那个状况来讲，又是秀峰他下达了一个打带跑的战术，所以你出的速度一定要更快，才有办法形成双杀。是。那秀峰前面的晋级过程呢，先是23-0击败了海星高中，然后另外也以大比分，应该是28-0的击败了中仑高中，然后再以18-2呢这个击败了成功高中。不过我们前面也提到，两队的基本上晋级过程前面都是面对社团球队，所以其实都打得相对轻松。右半边方向的飞球，但这个球够高不够远？哎呦！这个球右外手差点撞到二垒手。所以有在声音跟手势的沟通上面来讲，我想这些木棒组的守备球员的其实就要更多注意一点，就是包括这时候他声音也没有，动作也没有，所以后面上来的一个右外野手其实好像第一时间觉得他有机会可以接了，还好最后是闪过了。因为毕竟他是正向跑动的球员，他对于后退的人在判断的时候其实也会比较快。打击轮到是第九棒的许哲荣，这个球削进好球带，马上又做了一个修正了，一开始是有点偏低又偏外角，
所以看起来控球能力确实是蛮不错的，但现在发觉其实好像他的直球的控球能力还不错，但变化球到现在来讲的话，原则上也没有投几个，他当然感觉像判坏球的几率比较高一点。所以当然以寿山来讲的话，由于学校的一个场地哦也比较没有那么大，所以没有一个所谓比较简易型的球场，所以大部分都会只能够在一些操场来做一些练习了，跟一些打击练习。所以江伯清教练的他的意思是说，虽然他们在球场的一个这部分呢没有很好的一个练习的空间，但是他们总是希望说这些选手可以把基本动作做得更好一点，包括像挥棒啊、手背的一个基本动作做得好。当他们有机会去到正式的一个练习场的地的时候，原则上你选手就会进入状况就会比较快。这个球判定是好球，现在球数变成了两好三坏的满球数。所以我想这些话应该也可以给一些社团球员来做一点建议，也就是说场地在不允许的情形下，如何透过一些手背的基本动作或者挥棒的基本动作，让自己有在做所谓基本动作上来讲的话有比较好的强化。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三游之间游离手滑步接球之后传一垒一个弹跳 out。尤其我刚刚我想送两出局之后一直要往休息室跑他说我这个价值连城，一球换一个出局换两个那棒球规则又不是你这样那么就你画盖的盖啊对，游击手也太兴奋了接的是很漂亮但如何啊，就是说这个球来拦下来其实算以能力来讲是蛮不错，但是如何把球又快又准的传到一垒手手套里面，它才是他手背的价值所在。对，不然其实你还是一支内野安打的。过往的棒球观念我们都会希望说好像希望选手能够接到稳稳的来传其实会比较好，那当然以现在棒球观念来讲或许要点改变，你接得到杀不死原则上跟接不到的意思是一样的。是继续打交轮到是第一棒的蔡成祥，这个球出棒打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球。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也就是说当他接到停住之后，这个球若是传球距离有办法再练得远一点哦，可以直接传到一垒手的手套来讲的话，它整体的一个接下来它在手背这部分的评价就会比较高。两好一坏，这个球结果挥棒落空，最后打者呢是遭到了三振，这个时候真的是三出局了，结束了在三局上半秀峰高中的进攻。
这场比赛目前来到是三局的下半，双方零比零形成了平手。这个半局首位上场的打者呢，要轮到是寿山高中。的第七棒啊，这个上来打击。第七棒的萧宏斌是指定打击，他是寿山高中今天新马打序当中唯一的一个高一的球员。所以看得出来教练团对他的一个期望啊，高一生就有办法在这种这次的比赛里面担任先发的一个位置来讲吧，确实是不简单的。微棒落空，在早期的年代哦，除非你是那种超强的新人啊，不然你那种高一要站稳先发的一个位置来讲的话，感觉难度是比较高一点的。通常差不多都要差不多到高二到高三，你才有办法站这种先发的位置。比如说杨青龙啊，对对对，超级新的那种罗敏清那种。三垒方向的界外，或者赵世强。对，不然一般来讲高一，当时我们可能都只是在拖场地、捡石头而已。那帮学长洗球裤那些，这过贵气的代志都能够讲啊。我们要留下传统好的印象。没有，我觉得洗也是好，上面良好一坏。那可是你们篮球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两好两坏，这个球好像打到主审了。以现在的学生球队来讲，相对来看，好像学长学弟制也没有像过往来的这么的，应该说激烈了。两好球，两坏球。现在变成了两好三坏，这个球没控好。我看起来好像跟张哲文蛮类似的，就是说以他速球的状况还蛮不错，但变化球的准度就没有这么好。虽然以高中生来讲也不用太强调变化球，但是就让你基本的准度还是得要在。这个球主审判定是坏球，结果形成了四坏球保送。所以这局对秀山来讲就有很好的一个得分的机会了。秀峰这边有两位投手呢在做热身，分别是十二号的林传龙，还有十七号的胡义涵，而且看起来，十号投手呢是一个下勾侧投投手。打击轮到第八棒的黄振尧，文出局一垒上有跑者，看起来应该蛮有可能会配合战术的。嗯，点呢，点成了在沿着一垒边线，这个球点的位置相当不错。只能去 take 跑者了。那一垒上的则是上到二垒。至少在牺牲柱子这个点来讲的话，黄振尧这个球确实点得很漂亮。对，面对一个外角球，其实有点朝着一垒边线来做触点。这个球原如果是投手没有拦到的话，感觉上牺牲触及的机会就很高。就说这个球投手拦到的话，要来投二垒，其实也不好传。哎呦！这个牺牲助理这么漂亮，怎么回去被一阵痛打？这没办法，可能当然不瓦后了。尤其有进去的这个牵制的时间点还来讲算还蛮不错，但感觉上投手林浩伟在转身的一个时机来讲就比较慢了一点。打击轮到第九棒的廖廷辉，一出局跑者来到得分位置。但现在三个外野的守备站位来讲的话，除非以廖廷威要打的位置打得很好，不然都是朝向正面的。二垒上的包夹回来本垒得分，不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看到其实守的距离来讲都很靠近内野了，尤其在中右外野这两位野手，手很浅哈。所以这次的转身的配合点就配合得很好了。
对于这种牵制来讲的话，启动的游击手进去的时候，投手原则上必须要很好的默契的转身来做传球。这个球其实传的位置又很准，但以二垒上的跑者来讲，若是有在注意的，当然要想要形成牵制出局的几率相对来讲就比较低了。但总是有一些贺主的作用，接下来在他投手出手之后，他的离垒的一个第二次的离垒就不敢这么大。这球选掉，现在球数变成没有好球，两坏球。所以对投手来讲的话，当然牵制的动作一定是要，但是你还是得要来面对本垒板这位打者了，不然若是一直顾到二垒上的跑者，一直忙着牵制而影响了自己的控球的话，那当然对投手来讲就是一件比较不好的事情。这个球出棒打成在三游之间穿越型的一支安打。因为守的比较浅，所以二垒上跑者现在只能到三垒。是，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当然或许是加上在这种所谓三游之间的滚地球，二垒上的跑者第一时间的出动不敢太快。但不管如何，这个球其实在这么浅的位置来讲的话，二垒上的跑者要回来本垒得分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这一局对秀山来讲就比较可惜，也就是说，跑者第一棒，肖宏斌上垒之后执行战术成功，但想要的安打也出现，但最后分数是确实没有办法带回来。好，这边秀峰高中喊了一个暂停。秀山高中呢，在三局下半的进攻，现在是一出局，一三垒有跑者，要轮回到第一棒的钟孝成。因为这局是面临到较大的危机哦，所以。秀峰这边呢是先喊了一个暂停，最主要是回到了前段棒次。所以刚刚以捕手来讲的话，在一三垒啊，通常都会出来做一些暗号，防止对方会进行双盗的一个战术。钟孝成前一次上来是打成了一个三垒方向的滚地球。这个球投一出去之后，游击手就往三垒那边跑。也就是说，他可能也担心说对方有一些战术的下达。那当然，我想以游击手来讲的话，可能是有一点要过来三垒这部分来做补位了。那二垒手刚刚其实就有一点进到垒包去。走了，做了一个 pitch out， 哦呦，传三垒这边啊，但这个球没有传好。刚刚是做了一个 pitch out， 一垒上跑者到二垒，那捕手是传三垒，没有传二垒。但这个球原则上若是真的抓到了，应该要来选择传二垒，或许就比较好一点。对，也就是说，你第一时间来讲，你可以起身稍微看一下三垒上的跑者，就可以把球往二垒来传了。因为好不容易掉到，但最后你不选择传二垒，就比较可惜了。对，而且看起来三垒上跑者是没有跟进的，单纯就是一垒上跑者看起来要到二垒。那么现在秀峰高中守备区前呢，没有好球，两坏球，一出局二三垒跑者面对对方的第一棒，现在守备缩小。但现在从这一局来讲，就要比较担心林浩伟的一个投球状况，好像有人到垒包之后，他的一个投球压力或许会是比较大一点，相对来讲他的控球其实好像有陷入一点困境。以第一局来讲，他有出现四坏球保送，但最后还是靠捕手的长传阻杀，让他免于那局的危机。一好三坏。所以现在对第一棒的打者钟孝成来讲的话，如何选一个比较偏高的位置，不管是速球或者是变化球，可以往外野来讲的话，进行一些高飞牺牲打或者是安打的一个尝试了。偏低的球员这样就要把它放掉，因为现在你球数绝对领先的。回棒落空，一碰硬的对决，现在球数来到两好三坏的满球数。回棒的速度刚刚来讲确实比较慢，若是你一好三坏选择要积极做攻击的话，其实你击球点原则上是可以放得比较前面一点，避免自己在出棒的时候稍微会有点来不及。是。出棒来不及，最后挤压形成缓慢的滚地球，几率一定会比打击球点比较前面来的机会高。
这个球拉回来左半边方向，这个球在界内，今天一支安打，哦，这支安打要得分了，而且看起来要得两分。那跑者安打的选手也上到二垒，这是两分打点的二垒安打。这个球挥棒原则上来讲就很流畅，而且出棒的速度也够快。两好两坏之后呢，这个球被第一棒的钟孝成给掌握住了。挥棒动作很完整，所以才有办法把这个球打得很强劲。那个没有传球的到后面去，送回了原先在垒上的跑者。但这个球其实以秀峰的外手林月信来讲，接这个球其实还蛮危险的，就是他尝试用正手来接哦。刚刚这个球还好，他弹的位置没有很远。如果是把他最后没有接到又弹到后面呢，以钟孝成的脚程来讲的话，蛮有可能又会有办法上到三垒，甚至回来本垒得分的。一个球是一个好球，大家轮到是第二棒的宋宁伟，前一次上来是获得保送上去。三局的下半，这个桃园寿山高中啊，目前呢是先取得点，2-0领先。回棒落空。今天以林浩伟来讲的话，有些偏低的球都没有办法获得主审的青睐，相对来讲的话，感觉让他投到这一局来讲的话，用球数有稍微有点在攀升了。嗯，对，前两局的用球数其实不多了，才前两局才投了18个球，那么这一局目前用了20个球，所以虽然频频在对二垒垒包上的跑者来做牵制哦，但你们这样也得要考虑到跑垒的离垒距离了。以刚刚钟孝成的离垒距离来讲，真的没有很大。在这个距离来讲的话，要牵制出局不是那么简单的。反正有时候当你的眼神跟你的动作做好的时候，其实你的目标原则还是要锁定在本垒的这个打者这边。所以二垒神也一直很强调投手的投球节奏。两好一坏打击轮到是第二棒的宋宁伟，这个球出棒还是打成了界外球。啊，寿山高中的晋级过程啊，第一场比赛是20-0击败了阳明高中，啊，接下来也得超过20分的分数，啊，击败了第二战的对手，然后第三场比赛也是以大比分的击败了威格高中。第二场他们是击败复旦中学，然后第三场击败了威格高中。这一棒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结果落地是那支安打，跑者绕过三垒之后，最终是被挡了下来，被指导教练给挡下来。你现在高中在使用木棒的时候，其实毕竟打击爆发力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好，所以打在这么浅的位置，虽然是二垒上有跑者，其实你要直接回来本垒得分也很困难。好，看看是不是要换投手。所以这个球以宋宁伟来讲的话，掌握得很好。一出局，13垒有跑者，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把先发投手林浩伟呢给换了下去。所以就看接下来哦，寿山有没有办法把攻势一直不断在做延续了。所以今天其实以林浩伟来讲的话，感觉一二两局其实投的还蛮顺的，但从第三局开始，或许是垒包上有跑者情况下，或多或少也让他在投球上面有比较多的压力了。但是我觉得这一局他或许在受到垒包上面的跑者，我想投球有受到一点影响，
所以从这一局来看的话，连续的安打其中还有包含一支长打，让他掉了比较多的分数。现在换上是背号十二号的林传龙呢来接替，他是一个下勾的投手。一出局，一三垒有跑者，先换上的是林传龙的来接替。那其实秀峰一直都保有投手在做热身的。嗯。这种短期的杯赛，毕竟有遇到实力其实还蛮接近的球队了，你没有办法有在这种所谓投手上面有太大的闪失。嗯。因为如果是搞不好你形被对方形成一个大九，接下来你在后面的几个半局要追就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对方毕竟也不是躺着让你打，对，不吃素的，对吧？打击轮到是第三棒的黄俊全，一出局三垒有跑者，三局的下半，寿山高中的进攻，哎，要点没点到，那传二垒那边，哎呦，这是什么战术？一点上跑者上到二垒是。这有两种可能的，第一种就是或许是有一点看错的，哇，最后被抓了，应该是妨碍守备吗？对，应该是捕手就那个点的动作，他点完之后，其实他的重心没有拉回来，所以等于是主审抓了一个打者妨碍啊，所以倒上二垒的球员等于是必须要退回原位置，然后打者等于是直接出局，就是在这边。但是我觉得其实他的动作来讲其实感觉上并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我想裁判有裁判的认定，只不过在我的看法来讲，因为他毕竟是点了一个外角球，他不是点了一个内角球，他所以他点完之后其实他的重心并不是保在比较高的位置。投手这个传牵制一垒很快速，打击的是第四棒的吴正业，那刚刚的黄俊全，被判了一个妨碍啊，所以直接出局。这球削进了好球带，就原本还有很好继续可以得分的机会，但这个出局之后，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变数了。两出局，一三垒有跑者，三局的下半，桃园寿山高中的进攻。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得要回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对投手牵制的角度来看的话，有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在抑制做所谓盗垒的启动了。那当然如果是你一直不断把你投球的重心一直放在垒包上的跑者的话，或许你在投球的过程当中就比较容易分心了。本垒后方的界外，现在球速呢变成了良好球没有坏球，打击的是第四棒的吴正业，三垒上的有钟孝成，一垒上的则是有宋宁伟。这球打成的界外球，面对一个偏高的变化球，这个球吴正业其实没有掌握得很好，因为这个球对投手林传龙来讲的话是有点失头的位置。即使对一垒上的跑者这个一直的严加看管哦，但是一垒上的跑者还是企图性很强。因为最主要是这种下勾型的投手的话，他从准备动作最后把球投出的话，他要浪费比较多的时间，相对这样就会提供一垒往二垒跑的一个成功率。这一棒打成了在中右外野方向，结果落地行连战打，哇，这个落点相当巧妙，一垒上跑者利用这个机会呢上到了三垒，那赛上跑者呢是回到本垒得分。
交出安打是第四棒的吴正业，这支安打有一分的打点。上面那个球虽然没有掌握好，但这个球有点打在棒头，但最终还是有办法形成一支安打。所以这个球打者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打得不错，不然你投手进点位置，这个球并没有算失投很严重的一个球。寿山高中攻下了第三分，3-0领先，同时两出局线的一三垒还有跑者。打击轮到第五棒的哈尼吉路，所以以两出局哦，我还是觉得投手原则上还是要把专注力有放在打者的身上。有时候牵制太多，反而是会有点分心的。这一棒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的 foul ball 界外球，野手跑者又跑了。哈尼吉路是阿美族的原住民，他说这个名字呢是他的爷爷帮他取的。嗯，有特别的意义吗？他是说。好像是圣经里面的给爷爷的灵感哦，给爷爷就是参考圣经的灵感啊。所以他的名字是代表着灵感的意思吗？是不是就是圣，就是可能看圣经有有哦，看哦看圣经，然后有一个灵感。嗯，至于什么意思，哈尼吉路自己不知道，那我就问不出来。要球没有坏球。看起来真的对一垒上的跑者是照顾有加。嗯。但还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牵制的原则只是在喝止跑者啊、盗垒者的一个动机啊。但你如果是单纯要靠牵制把一垒上的跑者解决出局，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有时候反而会影响到你面对到本垒板这边打者的一个状况。嗯。要球一坏球，三局的下半。桃园寿山高中的进攻打击轮到第五棒的哈尼吉路，所以我想也有或许会有越来越多所谓原住民的朋友，可以把他们原住民的名字哦登录为他们的真正的名字哦，其实感觉也都蛮有特色的。嗯，哦，右半边方向的飞球，不过右外手其实掌握住了，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三出局结束了，在三局下半寿山高中进攻，一口气拿下三分。最后一张16强的门票哦，就是要由新北秀峰高中对桃园寿山高中的这场比赛来决定。胜队呢进16强，败队呢就是打道回府，遭到淘汰。所以强劲来袭那个喜是忘了怎么写，还是笔画太多？开玩笑，开玩笑。比赛目前来到了是4局的上半，打击要轮到了是第二棒的施伯凯，前一次上来是一个。捕手前方的滚地球，
那已经晋级十六强的球队呢，有志平中学，另外崇义高中、古堡家商、西苑中学、新大富农、裕民公家、强树、普门中学，然后高院工商、三信、中道中学、平镇高中、四维高中，还有稍早前两场获胜的陆兴中学，以及彰化的永靖高工，这是已经晋级的十五队。是，我这次其实还蛮好奇普门最后可以闯进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因为他就像当年的承德是很像的。那他们普门呢是在三十二强的赛事的击败了桃园农工。那他下一站的对手呢将是十月二十六号礼拜一的预计将是晚间的六点，对上是玉门公家。两好两坏。这个球结果回棒落空，这个打击的世博凯呢是遭到了三振形成的一出局。是，这个球对右打者来讲就真的不太好打，这个外角的变化球它的准度很准，这个球就算世博凯不挥棒应该也是个好球，所以我看到这个球最后他挥击的时候重心其实有点往前，面对到侧头重头在外角的变化球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或者你眼睛要锁得更紧，才有办法掌握到这个球最后他往外的那个角度。打击轮到是第三棒的林志炫，这个球是一个好球进垒，前次上来呢是遭到了投手的三振。所以张哲维来讲的话，最大的优势应该还是在于他的一个控球，虽然速度不快，但至少他投到现在真的没有太多失投的空间。出棒打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球速呢是两个好球没有坏球。打成的界外球，所以对张哲维来讲的话，接下来如何趁他毕竟还年轻嘛，让他的球速再有所进步，让他的速球的尾劲可以更好。我想再搭配他很好的一个控球能力哦，我想接下来其实他还有很好的一个成长空间的。这个球主审判定是坏球。哎呦！打到屁股上。如果在一出局的情况下，球数领先啊，但是这个球是内角球 K 到林志炫上一垒。这个球最主要是想要做配球用的，也就是说，他等一下的关键球还是要在外角的滑球，但是他必须先才要尝试一个内角的一个速球，但不像这个球很明显的失控。看看寿山是不是也要投手在做热身啊？因为这毕竟是可以说是一战定胜负，输了就要打道回府。打击轮到是第四棒的陈文茂，这个球是一个好球。那我想以张哲维来讲的话，应该算是球队里面蛮倚重的一位投手了，所以他今天的投球的一个局数的长短，我想也会牵动着寿山其实他在比赛的后半段的一些投手的调度。一出局一再垒，打击轮到是第四棒的陈文茂，全次上来他是一个击成一个右外野方向的飞球，再做牵制。那寿山高中这边呢有一名日本人，是背号十四号，他同学叫做称他叫做石井信也了，不过那个字一般，比较没有在发中文的音，是这边叫做字基，因为中文应该也没感觉上应该好像也没有那个字啊。对，但是他的队友都叫他石井信也了，是寿山高中背号十四号的选手，是，他是位投手了，对，投手。最主要他是来到台湾，其实最开始的目的是要学中文，然后才借由友人的介绍来到了寿山高中。现在看一下这个球要到垒，
游击手的反应是很快。没错，没错。这个球捕手来讲，其实并没有传得很好，但游击手廖廷威来讲，他对于球这个弹跳来讲，他掌握得很好。我们看到这个球，你注意看他手套的一个灵敏度哦，很漂亮，差一点出局，不简单。有这种所谓对球弹跳掌握的一个 sense。两好一坏，一出局，现在跑者来到二垒，打击的是第四棒的陈文茂。这个球出棒打成三垒方向，三垒手把球给拦截住之后，对角传一垒，没有问题。把打者呢给刺杀型的两出局，二垒上的跑者还是停留在原位。接到球之后，其实三垒手钟孝成他有很充裕的时间呢，所以先用眼神稍微有点逼退的跑者之后，再稳稳的传向一垒。打击轮到是第五棒的黄子玉，黄子玉前次上来是敲出一支中间方向的深远二垒安打，那也是张哲维到现在唯一的被打了一支安打，是个很明显的失头球。现在是两出局，再遇到黄子玉。掉一个高球，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那中外手掌握住了，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三出局结束了，在四局上半秀峰的进攻。在台体大棒球场所进行的是最后一场32强的赛事，获胜的球队呢将会成为最后一个进入到16强的球队，由秀峰高中来出战是寿山高中。比赛目前来到是四局的下半，打击轮到是第六棒的森伯恩，前次上来是一个一垒方向的滚地球，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三垒方向的界外。那现在面对的已经是秀峰高中第二任投手背号12号这个低肩侧投的林传龙。所以林传龙上来说，感觉上他的一个球的位置来讲的话，若是能够压在比较偏低的位置，他球其实下沉的效果还不错。这个球外角球挥棒落空，两好球一坏球。所以不管是侧投了，或者是从所谓低肩下勾的一个投手来讲的话，最主要着重的还是在他的一个控球能力，以及他这种所谓走内角外角建垒的一个位置。哦呦，帽子都掉了。
两好两坏，打击的是第六棒的森伯恩。感觉上帽子好像很容易掉，可能跟他投球动作有比较大的关系，摆头又摆得比较。每些年轻人帽子一定要凹成这样。嗯，每个人的习惯也不见得有，有些人也喜欢用王子面的造型，直接平平的这样。这个球还是回棒落空，遭到了三振，形成了一出局。反正他今天在投他这个外角的变化球来讲的话，他的动作其实跟他投速球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最后打者其实会觉得一出手好像是种速球的一个错觉，但最后你去打的时候，包括你会觉得比较偏低的球啦，或是最后后出棒时间比较早而遭到挥空。打击轮到第七棒的指定打击萧宏斌，前一次上来是获得保送，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游击方向穿越，形成一支安打。这个高球被他给掌握住了，敲出他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支安打。以林传龙来讲的话，球的位置比较偏高的，他的一个威力来讲就会下降很多。这个球大约是在胸口跟腰带的中间的，所以萧宏斌这个球确实掌握到一个狮头球，打得很漂亮。一出局，一垒上有跑者，继续打交，轮到是第八棒的黄正尧。前次上来是一个成功的牺牲触击，所以看起来郭彦文应该去把这个收版权，去把它申请，用一盖瓜接机。下午的也是桃园的球队了，这个清华高中，那现在也是桃园的球队，松山高中。所以那个人有授权啊，桃园使用，免急。可是我感觉好像也不是桃园有的，不是这样吗？不是桃园限定就对了。对，但他应该先去注册。本垒后方的界外，不这也不错啊，这代表说至少他的这个加油口号已经广泛流传了，而且最主要是那个主角本身其实应该要打得也好，然后也有个人，也要个人特色，重点还是要打得好。球数是两个好球一个坏球，一出局一垒上有跑者，四局的下半寿山高中的进攻3-0领先。走了，这个球挥棒落空，这个球捕手传过去 ，and out， 结果是变成了双杀。这也是今天捕手哦，这个许哲荣第二次成功的长传阻杀，结束了在四局下半寿山高中的进攻。
这场比赛目前来到的是五局的上半，在前四局打完之后呢，寿山高中3-0取得领先。那五局的上半呢，秀峰高中呢首先要轮到第六棒的蔡正。前次上来的时候他是获得保送，而且差点呢在保送之前呢把球轰出墙外。一好球一坏球，最后是获得四坏球，蔡正的前一个打席。所以在那一局来讲，对秀峰是比较可惜的。蔡正那个球如果是最后是留在界内的话，应该到现在至少对秀峰来讲，他是有分数的进账。就先取得点哦。挥棒落空，现在变成两好球两坏球。所以这一。在这个打席来看的话，对于蔡正来讲，就原上又都用一些比较偏外角的球物来跟他做对决，因为这样就是怕又投到内角，一失投就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危险。是不是打到这边旁边的服务人员呢？两好两坏，打击的是第六棒的蔡正。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二垒方向的反弹，二垒手很快移动过去，传往一垒，把它打成了给刺杀，形成一出局。那我们在黑豹旗，还有在这个高中棒球联赛，那黑豹旗当然主要是木棒对木棒的赛事，我会看到一些直棒的球探啊，比如说像这个拉米狗的石志伟，或是中信兄弟的王金勇，像王金勇现在就坐在。这个本垒后方二楼的这个贵宾室，是因为有些选手你必须得要从高中就开始做追踪，而且这些年又开放高中生选秀，所以你必须得要对这些有参加选秀这些选手来讲的话，要有很深刻的印象。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的飞球，形成了界外，现在变成良好球没坏球。确实，现在对职棒的一个球队来讲的话，真的都要做好一些比较好的所谓球探的系统，这对你将来在选秀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安定的感觉。因为看起来这些年呢，好像选手其实。除非那种签约金很价码很高，不然很多选手其实比较不会像过往来讲到一面很倾向想要旅外了。所以如果是有办法掌握到这些选手的一个特性的话，我想在选秀上面来讲，总是可以给球团来讲很好的一个建议。两好一坏，这个偏低的坏球，现在球速呢变成了两好球两坏球。挥棒落空，这个内角球，结果打击的黄光志哦遭到投手的三振，这场比赛张哲伟所投出的第四 K。球速虽然不快哦，但靠得很稳定的进垒的位置哦，最终还是让左打者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球的进垒位置，遭到三振。是，对，加上这一 K 应该是第五 K 了，4+1第五 K 了。现在是两出局，打击轮到第八棒的林月星。目前投得蛮稳的哦，所以牛棚并没有投手在做准备。没错，而且以他的用球数来看的话，这一局若是把他投完，应该差不多在75个上下。接下来要继续往下投，包括第六局跟第七局的几率看起来其实很高的。是。那每局的投球数呢，分别是第一局11个球，第二局17个球，第三局14个球，第四局18个球。这是他的每局投球数。一好一坏。左半边，那拉得快了一些，结果形成了界外。最主要是击球点比较早一点，所以让他的一个球棒有点由外往内。那当然这样的角度打到，其实都会很形成平飞球的界外球。
如何把球就带在比较适合攻击的位置，让球棒的能够朝中所谓由内往外的轨迹。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半边，一垒手追了出去。应该是一垒手要来掌握这个球，在界外区把这个飞球呢，哈尼吉路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结束了在五局上半秀峰高中的进攻。台体大棒球场所进行的秀峰高中出战是寿山高中的比赛，现在比赛来到是五局的下半，比数方面呢是3-0，寿山高中呢是取得领先，这三分就是在第三局的时候所攻得的。来到了是五局的下半打交，轮到是第九棒的游击手廖廷辉。所以秀峰来讲的话，换上林传龙来投球，其实感觉上就有压制住秀山的一个寿山的一个攻击了。对，到目前为止他投了1.2局，将近两局，被打2支的安打，不过他主要是没有投出任何的四死球了。一咬一坏，这个球是一个好球进垒，球速变成2好1坏。没错，最后这个球还有带有一点拐进来走后门的感觉。所以，若是说投手的好朋友是双杀，那当然他的损友的话就是4坏球保送了。所以，如何让自己的控球状况，其实在高中这个阶段就把它做好。2好球2坏球。花花今天其实以职棒来讲的话，很多本土投手其实多绝大部分的，其实他控球的一个4坏球。出现的频率都比往年来的更高了，所以这就是今年为什么本土投手在投球来讲压力比较大，很重要的主因。最后是挥棒落空，遭到了3振，形成了1出局。所以林传龙来看的话，上来之后3振率真的是很高啊。他的这样一个出手的位置哦，其实对于右打者，尤其投在外角这个位置来讲，有很好的压制能力。再加上他出手的位置其实维持的还蛮低，那个球好像感觉上好像会有从地上窜出来那种感觉。打击轮到是第一棒的钟孝成。你以前打低肩侧头打得好不好？好，应该还不错吧。因为通常左打者打这样的一个球来讲，都会打得比较好。原因是看得比较清楚。看得比较清楚。这个道理就好像你去看电影一样，你坐在中间，然后比较靠近中排的位置，一定是最舒服的。那不然你坐在最前面，又靠近最右边，这样比赛看起来，就算把球拖当阿妈棍买生了。1好球1坏球。所以左打对下勾来讲，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在了。这一棒看起来打得并不是很好，游击的上空的飞球遭到游击手的接杀，形成了2出局。
所以上来之后，其实很多秀山的打者面对林川龙这个外角，不管是速球或是变化，最后我们看到其实出棒的速度都比较快了一点，打在棒头上面，要不然就是挥棒落空。五局的下半，两出局之后呢，打击要轮到是第二棒的宋宁伟，前两上来一次保送一支安打。不过，秀峰高中这边呢，在这个林传龙上来看起来有不错压制效果，但还是有至少两位投手在场边在做准备。出棒打成了三垒方向的界外，打击的是第二棒的宋宁伟，今天有过一支安打，另外一次获得保送。这个外角球，就击球的位置来讲的话，稍微比较早了一点。这一棒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这个球左外手停下来了，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结束了。在五局下半，寿山高中进攻，这场比赛前五局打完之后，寿山高中3-0领先。在阳光洒在我肩膀，坚持就是我的疯狂。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再回到台中棒球场，今天为大家带上的是秀峰高中以及寿山高中的比赛。局打完之后呢，目前比数方面呢是3-0，由寿山高中暂时取得领先。那么在前五局呢，目前这个寿山高中呢是敲出了5支单打，在3局下半的时候呢攻下3分，
那么顺风高中呢，则在前五集的进出现一直在打这场比赛的转播的是由秋萍、郑景逸以及我张立群，还有全体工作团队为大家带来球赛解说的服务。那我们也请大方呢，简单来谈一下前面五局双方的比赛。是，那当然今天其实在比赛的前边半段来看的话，我想在秀山的张哲伟其实他的控球表现真的是非常好。第一局哦，他几乎在没有失投的情形之下完成这个三上三下的半局。到了第二局，虽然他一颗四投球被王英子玉给逮中，但是接下来的很精彩的一个守备哦，也让他在免于失分的情形了。当然到了第三局的状况来看呢，他的不管是他的速球也好，或是外角这个变化球来讲的话，近点位置真的都投得很好。到了第四局，虽然有一个出生球的保送，但原则上接下来还是有办法很成功的一个化解危机。到了第五局哦，其实整体来讲的话，都跟他第三局的一个投球类似，蛮类似，就是说在没有太多失投球的情形下，再加上他的位置的一个投的都压得蛮低，再让队友的守备原则上也都蛮出色，所以在前面五局，我想对于秀山教练来讲呢，应该是很满意张哲伟的一个投球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其实，在秀峰这边先发投手，其实林浩伟来讲的话，他第一局跟第二局，其实他的速球原则上是很有违禁的。但是到了第三局来讲的话，出现一个状况，包括像是四坏球啦，或者是连续的安打掉了分数之后，接替的林传龙今天其实他的一个状况来讲，跟我想张哲伟来讲很类似，就是说同样的一个出手的位置，他们两位投手在中，不管是在速球或是变化球的搭配来讲的话，林传龙其实在接替的，包括像是第四局到第五局来讲都有很好的效果，所以也至少在刹车的部分来讲，我想他是做得很好。但是两队哦，毕竟只有三分的差距，比赛接下来还有四局，对于秀山来讲，如何把这种所谓的先发投手的投球局把它拉长之后，在得分上面来讲的话，他一定要很好一个效果。接下来在秀峰这边的话，如何掌握，或许在换投的时候，在投手的一个程度有点比较不一样的情形下，有没有办法拿下自身的分数，应该是比赛后半段的关键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场比赛稍后马上进入到六局的上半，那么这场比赛秀山高中的先发投手备号一号的张哲伟进入到第六局的投球。前面五局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用球数呢，是73个球，那一共仅被敲出一支单打，投出了有5次的多三振，2次的四死球，其中包含了对第三棒林志炫的一个触身球，但并没有失分。在前面五局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压制。江伯清这个说到伯清哥了，以往其实对于一个职业棒球员来讲，实际上他真的长得比较不像棒球选手， 对不对？而且感觉上在成长的路途当中，他对他的课业也都很要求了，所以其实他有办法在秀山这所国中那边担任老师的这个职位。其实球员也有一些就是爱念书，或者是说希望能够去读的一些学位的。最主要是或许有些球员他本来从踏进棒球这一刻来讲的话，他就是一辈子只想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好好打球。但有些选手来讲，他或许的想法就并不见得是这样。先回场来看这个球，三垒方向，三垒手先拦截到之后穿往一垒，这个把打者呢给刺杀，形成了出局。内角球受到了挤压，这也就是我们刚刚五局所提到的。今天除了张哲伟他的一个投球表现很好之外，他的一些队友在守备这部分来讲的话，也都为他做了很好的一个后防啊。一出局，打交轮到是第一棒的蔡成祥。蔡成祥前面两次上来呢，是都遭到三振。这个球是一个好球进的。所以今天其实以张哲伟来讲的话，好球率真的是很高了。对。三垒审判定已经是出棒了，变成了好球，没有坏球。看一下。最后一刻，其实棒头来讲是有留在身体的位置。两好一坏。六局的上半，
秀峰高中的进攻。也变成两好球两坏球。所以蔡成祥来讲的话，他在挥击的时候重心比较容易会往前呢。有时候面对这种所谓低肩侧投的这样的一个投手来讲，要有一点把球带进来往自己的位置来做攻击，而不是有点好像有往前要去追打这样。这一棒捞起来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落地型的单打，这个球落地非常的巧妙。这是秀峰高中在今天的团队第二支安打出现，没有打得很好，以投手的一个近垒的位置来讲的话，已经掌握得很好了，有点外角偏低哦。但是以张成祥来讲，有点顺势的往前一绕，因为这样还是有办法形成一支运气还不错的安打。秀峰高中启用代打，原本要轮到第二棒的施伯凯，但现在看起来换人。真的是要点吗？但这个球来讲的话，点下就变成两出局了。对啊，打击要轮到是背号五号的徐嘉祥上来代打。也是一出局一再垒，先做牵制。换上是背号五号的徐嘉祥来接替。最主要是施伯凯今天在前面两次的攻击来讲，也没有很好的掌握了。收，偏外侧的坏球，现在变成了没有好球两坏球。这是张哲维这场比赛被打了第二支安打。上包就走了，捕手等于是顿了两下。第一下就出手的话，应该是有机会抓到。这个球以蔡成祥来讲，第一时间他的掌握没有很好。那或许是捕手黄俊全来讲的话，可能第一时间他的一个球没有拿得很干净，所以最后还是选择没有把球给传出去。那这样就丧失传的机会了。这个球挥棒落空，现在变成了两好球两坏球。连续面对两个外角球，人家徐嘉祥的一个身体开得都比较快，这样你就很容易跟这个外角球有一点点交叉而过。结果最后是代打遭到三振，形成了两出局。连续三个球都有点同样的状况，所以有时候在面对这种球速比较慢的过程当中，如何把球带到自己适合挥击的位置，我想这一点对徐嘉祥下次还有面对到这样比较慢速的投球的时候，我想蛮重要的一点。现在是两人出局，打击轮到是第三棒的林志炫。这场比赛呢，获胜的球队呢，将是在10月27号礼拜二呢晚间的6点钟，要来对上是屏东的陆兴中学。今天稍早的两场比赛，屏东陆兴中学呢是6-5击败了成功商水，两队拼到了延长赛，然后最后是一分差。然后另外彰化永靖高工的23-9呢击败了桃园清华高中，就是今天两场比赛。这棒打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那明天起呢就是16强的赛事呢继续要来进行。所以接下来感觉上投捕手的搭档来讲，面对林志炫还是会把球位置放在外角，所以这时候尽量避免身体开得太快，如何把球带进来朝中间方向来做攻击，在这种所谓对于球的近垒的位置来讲，他的掌握能力会比较好。黑豹旗将一路进行到10月1号，在台中洲际球场将会决定最后谁是这个冠军。
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飞球，中外手跑动过去引动住了，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结束了在六局上半秀峰高中的进攻，留下三垒。台体大棒球场这场比赛由秀峰高中出战是寿山高中，比赛目前来到是六局的下半，比数方面的是3-0，寿山高中领先。场上投球的是背号12号的林传龙，他也是一个下勾投手，2.2局的投球当中，目前用球数31个球，那他的好球比率也相对来讲比较高一些。这一棒打到了投手旁边，哇，有点手徒手接传一垒，来不及。但这个球就算投手一开始没有挡一下，应该还是形成一支中线的穿越安打了。虽然这个球以游击手蔡正呢，他出来的速度其实真的还蛮快，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在击球跑垒上垒之前把他抓到。那这个球其实徒手接传其实还蛮有水准的。先看看投手有没有受伤。对，那这个球最后一垒手也球掉出来了，也没有确实接捕。刚刚运动防护员上来看一下这个投手的状况，感觉上应该是还好，第一时间应该是打在比较靠近手套的位置。是。打击轮到是第四棒啊，这个中外手吴正业，今天他在第二次上来打击的时候，就是安打有一分的打点。先做了一个 PGR 哦，哎，他抓了一个投手犯规啊。说没有 set 吗？对对对，可能就是他可能有一点点停顿的时间没有很明显，之后就把球给传出去了。不过三级棒球抓比较严格的话是。可以接受理解的啦齁，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吴文出局，二垒上有跑者。哦，确实感觉是有点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他看完啊，这手套合起来的时候，感觉上第一时间虽然没有很明显，但感觉上确实在第一时间好像他速度有比较快一点，就是 set 没有很明显。所以对寿山来讲的话，这一局想要把分数给拉开，我想就现在看起来其实机会还是蛮好的。文出局，跑者来到二垒。
边外侧的坏球，现在球出了形成了一个好球，一个坏球。看起来林传龙的帽子，或者以后加个一个头带把它套住这样。快来看，别让它落来落去。或是后面绑紧一点。绑紧一点，绑紧头会痛啊。哦，咬一坏，无人出局，要脸上有跑者。完了，帽子真的常掉就是了。要求两坏球，打击的是第四棒的吴正业，今天两次上来有过一支单打。寿山高中目前呢是3-0取得领先。现在来到了是一好三坏。哎，一好三坏。哎，糟糕，这个吴正业，这一直怎么一直没有听到裁判？对啊。接下来场上打球的第5棒北岛三号潘宇吉路。四坏了吗？应该是一好三坏而已啊。对，你看积分板这边也是一好三坏。嗯。不过这边要换投手了。哎，但到底是记录记错还是主审记错了？我个人记得是一好三坏。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等一下，等一下啊！好，谢谢。那换投手之后，一垒上的跑者被叫回来了，因为球数是一好三坏。那主要是因为第一个球就被抓了个投手犯规了。那你既然抓投手犯规，就不会再记坏球一个。感觉像主审也很有个人风格，直到最后才去提醒这位选手说：“你才一好三坏而已啊。”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飞球，从外手移动过去，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要冲三垒，这个球传过去，哎，传偏了。对，利用这个外野的飞球，哦，原先在二垒上的跑者黄俊全呢是上到三垒，所以至少还是把二垒上的跑者有点推进到了三垒了。对，但这个球其实原则上打得并不深远啊，但最后还有办法上到三垒，我想，毕竟是在传球的背力这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力道是稍显比较不足。继续打球，轮到是第五棒的哈尼吉路，一个球是一个坏球。现在是一出局，三垒上有跑者，六局的下半，寿山高中的进攻。
在一出局的情况下呢，现在手背做了曲前。那哈尼吉路今天前两上来，一次是内野滚地，另外一次呢则是右半边方向的飞球。做了一个 PGR， 想要抓对方强迫取分哦。现在球数呢是一个好球，两个坏球。真的来了，但是是点成了界外。江暖可能原则上没有打算要做这个暗号，比如说你先抓完之后，我再来试这个球的好球率会比较高一点。但是点成界外了，主要是点成界外。两好球，两坏球。我很像，包括像是江伯清啊，或者是一贯的队友林敬敏，其实他们在大学的时代来讲，就都有取得这种所谓老师的资格了。这一棒右半边在界内的安打，那三垒上跑者呢是回到本垒得分。哇，右外手去接这个球，还花了一段时间，要继续冲三垒，这个球传过去，在三垒这边有机会 ，out。哈尼吉路要冲三垒哦，但是隐恨在三垒垒包前。那这支二垒安打呢，有一分的打点呢，寿山攻下了第四分，但是也换到了也变成了第二个出局数。积极想要冲三垒，看有没有办法再创造出一个很好的得分的机会哦，但这个球以哈尼吉路来讲掌握得很好了，但比较，所以这个球来看呢，包括像是右外手黄子玉啊，其实一路到二垒手的转传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在转所谓传球的直线路径上面掌握得很好，所以才有办法把哈尼吉路在三垒之前把他触杀出局。是，功德的第四分，但也是形成两出局。打交轮到是第六棒的森伯恩，面对的则是背号十七号的胡奕涵，胡奕涵是。秀峰高中这场比赛的第三位投手，北上是没有跑者，我至少这个寿山这边呢把第四分又打了回来。主棒打成了在一二垒之间比较软弱，投手必须赶快做补位，跑来得及吗 ？Safe！内安打。就真的打得太软弱了，这个球其实以一垒手来讲都哎呦，这很危险哦。一垒手来讲，这个要短抛，距离太远了，对，所以浪费一点点速度了。这时候他就必须要有一点这种所谓低肩侧传哦，用上面来传球的这个速度来讲，他会比较快，会比较稳定一点。是，接是先接到没有错了，但是是没有先踩到垒包。是。也就是说，你先让投手在接球、在踩垒包之前，你先接到球的话，他接下来踩垒包那个会比较稳定一点。当然，刚刚来讲，他忽然间要考虑接球、要考虑踩垒包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控制球包或者是踩垒包的位置来讲，就会比较难以控制。打击轮到第七棒的萧宏斌，这一棒右半边方向的界外，一好球一坏球。六局的下半，4-0。传一垒这边 safe。指定打击才高一的萧宏斌呢，今天两次上来都上了，一次获得保送，另外一次呢则是敲出一支中间方向的安打。所以这边再拿下了，对只有剩下三个半局的秀峰来讲，压力会越来越大。哎呦，这个够惊险。最主要是一开始以打者来讲，以跑者来讲，身体先晃了一下。哎呦，跑者闪尿啊！
一摇两坏，两出局，一点上有跑者。六局的下半，那是不是要跑了呢？走，捕手接球之后传过去，一个弹跳，这跑过头，跑过，结果出局，结束了在六局下半的寿山高中进攻，但是这局攻得一分，4-0领先。这场比赛目前来到是七局的上半，前六局打完之后呢，刚在六下寿山高中再添一分，4-0领先。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左外野方向的飞球落地型连杆打，火锅中外手打击的快。对九吴正业来讲的话，精彩，这种掉到后面来讲的话，至少是个二垒安打。对。不过这一局秀峰高中率先敲出安打的是第四棒的一垒手陈文茂。这个球掌握得很好，这个球其实位置投的并不差，压的位置也够低哦，但是他挥棒的轨迹来讲一直都掌握得很好。但这个球我觉得关键还是在吴成业这个外野手移防的速度够快哦，才有办法在球穿出去之前把它拦下来。这个走在路上不讲，可能大家可能不觉得江柏兴过去是一个职棒球员，看起来像是一个喜剧演员。什么喜剧演员？像是一位就说很有气质的老师。是是是。我像国内像以前黄世奎啊，还有李世阳啊，刚刚大棒所提到林敬明是，这些都是说他们在打棒球可能过程当中都还有一些继续在研深造了。是，而且我好像记得詹志尧不知道有没有完全这个教育学程的这个模式，但是我记得其实他应该是也好像也是有修过的。对，刚刚是江柏兴总教练上来喊了一个暂停。七局的上半，无出局，一再垒。打击轮到是第五棒的黄子玉。黄子玉今天有过一支二垒安打，这个球是一个好球，好像有一点比较干扰性的啦。差四分，如果是用想要用牺牲触击来护送跑者上二垒，我感觉上比较保守了一点。没错，那来到第七局了哦，那即使领先的寿山高中先发投手张哲维目前还是保持零失分，那牛鹏已经开始有投手在做热身。走，这个球打成了在三垒方向，三垒手接球做的行李连传一垒三垒手精彩的手背呢，把打击的黄子玉呢给刺杀。所以钟孝成这个来讲的话，传球的手腕能力很好。你这个球来讲的话，打得滚动得很缓慢哦，他没有办法浪费太多的时间呢，所以这个球行进间的传球蛮有水准的。
接下来打击要轮到第六棒的蔡正。今天前两上来一次获得保送，一次呢则是二垒方向的滚地球。一出局，二垒上有跑者。那这是秀峰高中第七次得点圈的机会。那前六次除了蔡正有获得一次四外球保送之外，那么另外是五打数没有安打。偏外侧的坏球，现在球速都变成了良好球一坏球。所以这一局来讲的话，感觉若是张哲伟有一些状况的话，应该不排除教练团会有跟进行换投手的动作。哦呦，这个蛮惊险。没错，张哲伟来讲，他牵制跟转身的动作其实真的还蛮小的，而且他出手几乎就像一个野手一样，他的手后面那个摆臂就没有太大了。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半垒后方的界外，捕手并没有接到，所以还有再打的机会。这场比赛获胜的球队呢，将是在10月27号礼拜二呢晚间的6点来对上是屏东的陆新中学。从明天起呢，早上10点呢就要开始黑豹旗16强的赛事。两好两坏，对，用球数也开始慢慢要逼近190的一个临界点了。接着就看张哲伟有没有办法把这一局给投完了。回棒落空，哇！结果最后打者呢还是遭到投手的三振，现在得点圈，这个秀峰高中始终还是欠缺安打。没错，比较可惜哦。身体跟眼睛的角度来讲，开的都比较早，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外角球的位置来讲的话，你的掌握能力就会有所下降。现在是形成了两出局，跑者还来到二垒，打击轮到是第七棒的指定打击黄光志。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中间方向，啊，这个球被游击手跳起来，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哦，游击手廖廷辉的 nice play 呢，也结束了在七局上半的秀峰高中的进攻，差一点点就能够得分了，最后还是没有得分。这场比赛目前来到的是7局的下半，
打架轮到是指定打击萧红兵。这局下半的是寿山高中的进攻，目前的是4-0，暂时取得领先。所以今天对秀红来讲很可惜哦，一直没有办法突破先发投手张哲伟的头球了。前个半局眼看有得分的机会了，但是游击手一个精彩的美技哦，又化解了失分的危机。一个好球，一个坏球。现在球数都变成了一个好球，两个坏球。怕一开局啊，我形成一个4-9保送。你若是要让打者上垒的话，在没有人出局之下，教练团一定会有一些战术的掩护。一好三坏，那肖红兵今天前场上来有过一个保送，另外有一支安打。这个球出棒打成了一个外野的飞球。这个球一开始没有往后判断，结果形成一支安打，跑者上到了二垒。所以肖文斌今天原则上上垒率还100%。对，两支安打再加上一个保送，这个球就咬得很扎实了，带中一个外角球，再加上挥棒的动作也很完整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球位置真的是打得蛮深远的。这个时候，教练上来喊暂停的，看是不是要换投手。这个背号17号的胡奕涵，看起来好像是要被换下去。这场比赛目前来到的是7局的下半，在无人出局有二垒上有跑者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呢是换投手，换上是背号18号的叶品瑞呢来接替。这是这场比赛秀峰高中呢所用的第4位投手了。上来之后呢，立刻就要面临到一个危机哦，无人出局，二垒上有跑者。打击轮到是寿山高中第8棒的黄正尧。所以就看黄正有没有办法把二垒上的跑者至少可以帮他送到三垒这个位置。偏高的坏球，
现在球速都变成了没有好球，两个坏球。新换上来的叶秉睿哦，控球状况有点问题哦，所以陈志伟教练也知道现在不能够再投出太多的一个四坏球保送了。现在是连投了三个坏球，因为接下来感觉上若是这位打者保送上垒的话，接下来下一棒第九棒的打者执行战术的空间又更大了。可以等一个球，这个球是一个好球，一好三坏。刘鹏还是持续有投手在做热身，因为先发的投手呢是只投了2.1局哦，所以这势必呢是得采取投手的车轮战。野报级的裁判其实不错，就是也养成投手还有甚至打者就是这个不要拖泥带水的一些习惯，这习惯的总是得要从小就培养。没错，来好三坏，有些东西本来都就是要从小来培养的，不然有时候当你根深蒂固的时候，你上越往越高的层级来讲，就会比较按照原本的自己的一个投球的模式了。两好三坏，哇！结果最后还是形成了四坏球保送，而且比赛进行中。对，二垒上的跑者利用这个机会呢，是上到了三垒。肖文斌这个球的跑垒判断很好，一开始离垒的距离也算蛮大，所以球一弹的时候又就加上弹到一垒这方向来讲的话，就提供他一些可以上三垒的机会了。现在看看是不是要再换投手？叶秉睿退场休息，现在换上的是背号10号的陈明辉，170公分高，70公斤，16岁的年纪，这已经是这场比赛秀峰高中的第五位投手了。今天其实真的以秀山来讲的话，寿山来讲的话，他们的攻击有确实在长打这部分哦，其实甚至是比秀峰来的要好一点的，而且攻击的串联度其实也比较好。对，安打数现在是9支比3支，而且以秀峰来讲的话，3支的安打来讲的话，其实也只有一支是长打，所以在得分效益上来看的话，其实也没有做得很好。现在是13垒跑者吴恩出局，打击轮到是第九棒的廖廷辉。所以这个球来讲的话，我想也是寿山哦，可以采取一些战术的时候啊。做了一个 pitch out， 没有球一坏球，现在换上是陈明辉来接替。
咬会不会的，有没有出棒呢？应该是没有、这个也只能看主审直接认定。两坏球没有好球，文竹局一三垒有跑者，七局的下半，桃园寿山高中的进攻。哎，点了投手下传本垒，但这个是要触杀的，所以来不及了。这个球一点出去哦，以投手的角度来传本垒就比较危险了。若是这个球你接到这样有取有舍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抓到第一个出局数的。因为我们看从相对位置来讲，投手应该很清楚了，这个球他接到的时候，这个球毕竟是要触杀的情形了。就算这个是个封杀的状态，应该搞不好也抓不到从三垒要回来本垒得分的跑者了。那寿山高中这边战术成功，攻下了第五分，5-0领先。同时，现在文出局一垒上仍有跑者。打击轮到是第一棒的钟孝成。这球是一个好球进垒。钟孝成今天有过一支二垒安打，两分的打点。刚刚这个战术非常的成功，三垒上跑者回到本垒得分。而且以廖廷威来看的话，有打点，这样还是有一些上垒的机会了。咬一坏。这一棒把球打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球，现在球数呢变成了两好球一坏球。所以这局对秀峰来讲的话，若是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刹车点，这局看起来蛮有可能会让寿山形成一个大局的。这局还是温出局，一二垒上有跑者，七局的下半，球数现在是两好球两坏球。这个球还是没投进来，两好三坏的满球数。所以接下来若是假设形成了一个满垒，又轮到前段棒子来攻击，就今天其实以寿山的前段棒子来看的话，其实今天每一位打者都是有安打的。两好三坏，温出局现在是一二垒上有跑者，七局的下半，这个球出棒打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球。一二垒上有跑者温出局，七局的下半，寿山高中的进攻，5-0领先的秀峰，这局仍旧是一二垒有跑者温出局。这一棒右半边落地是连着安打，本垒上跑者绕过三垒之后要回到本垒得分，哇！而且接球的时候花费点时间，一垒上跑者现在最后到三垒被挡下了，但是这支安打的带有打点。但这颗球来讲以。三垒巨岛吃的教练来讲，很早就把三垒上的跑者给挡下来，不然其实这个球其实以回传球的位置来看的话，其实三垒的跑者其实还可以再出来一点，寻找一些可以回来本垒得分的机会。所以这个球以中药人来讲的话，今天攻击的状况是很好，
所以第一个跑者回来没有问题，但是第一个跑者我们很早其实就把他挡下来了，但是这时候球其实还在外野的位置，也就是说这时候以跑者来讲，如果是能够在大约在三垒跟本垒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位置，视情况其实还是有机会回来本垒得分的。接下来打击轮到是第二棒的宋宁伟，还是文初举行的跑者来到了二三垒，钟孝成的二垒安打一分的打点，今天他两支二垒安打三分打点。钟孝成今天攻击状况真的还蛮不错的，而且两支安打原来都是长打，就击球的一个位置来讲都掌握得很好。那些守备现在又做了曲前，投开一点嘛、但是投开一点的话，形成保送的情形之下，满垒原则上都是出现是长打，这场比赛真的比较不妙了。对。连续两个坏球，二三垒有跑者，打击的是第二棒的宋明伟。我看捕手的手势。好像都一直要求投手要投开一点。哦。投手就位来，投手。主持人一直很努力在监控投手的一个节奏。现在变成了一个好球，两个坏球。文初局二三垒有跑者，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一垒方向，这球一垒手的正面，垒上两位跑者并不敢动，遭到了刺杀。这是第一个出局者在这半局，毕竟也只是。没有人出局了，这时候在三垒上的跑者来讲的话，跑垒的选择就不用那么的照进了。不然其实这个球以相对位置来看的话，你要回来本垒得分机会相对也比较小。打击轮到是第三棒的黄俊全。黄俊全今天三个打数当中有一支单打，一样哦，就是前两个球都是坏球，但这个球感觉吊球的感觉来讲，就有点浪费了一颗坏球，因为以现在对秀山来讲的话，他要进行强迫取分，以现在的比数跟现在的一个差距来看的话，他比较不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哇，连投了三个坏球。场上的投手呢是这场比赛秀峰高中的第五位投手，背号十号的陈明辉。这个球是一个好球。一出局，二三垒有跑者，6-0，寿山高中呢取得领先。不过最后还是形成了四坏球保送，但这个保送来讲，对守备方也不见得是个坏处了。至少在垒包都是封杀的状态来之下，其实在守备的处理的选择也会比较快速了。
以守备的位置来讲，还是没有退回到正常的位置。那些守边上都还是守在草皮的地方，还是想要来抓本垒的。先打交轮到是第四棒的吴正业，今天三个打数当中有一支的安打，一分的打点。今天是一出局满垒。又是两个坏球走在前面。这一棒把球打成的在中左外野方向，结果相当深远。又是那只长打垒上第一个回来，第二个回来，第三个绕过三垒包也要回来。那么打者也滑向了三垒，哇，这是一个清垒的三垒安打。哇，突然之间来了一个清垒的三垒安打。哇，这一打出去哦，从球飞行的距离来看的话，感觉就是很容易形成一个长打，而且又在满垒的情形之下，当然清垒的几率就很高了。而且现在变成9-0了。哇，这个球，吴正业今天看来的话，对于一些球的见点位置都掌握得很好。尤其这一支清垒的三垒安打来讲，也把他的一个打击的爆发力哦展现得蛮不错的。而且以受伤来讲，差一分呢，那是后攻的。所以现在对秀峰来讲，他还得把三垒这一分堵住啊，不然这个比赛提前结束啊。现在打击轮到是第五棒的哈尼吉路。这一棒把球打成三垒方向扑下去，一定要传本垒，啊，传歪了，哎呀！这个是被二垒手是接了下来，是挡得不错，但是传本垒的时候传歪了，也使得寿山高中呢是攻下了这局的第六分。那么在攻下第六分的情况下呢，七局打完之后呢，他们是以10-0提前的击败了秀峰高中，也恭喜桃园的寿山高中哦进入到16强。
这场比赛最后这个寿山高中呢是以10-0的，他们在这个最后一局呢是灌进了6分哦，就是在七局下半灌进6分，所以符合七局呢这个10分提前结束比赛的规定呢，是以10-0呢击败了秀峰高中。那么桃园的寿山高中也成为了第16支，也是最后一支呢进入到这个16强的球队，恭喜他们。那从明天开始呢，早上的10点开始呢，就是16强的赛事要来进行。16强的近8强的赛事，早上10点的是古堡家商对上志平高中，然后2点的是中道中学出战是高院工商，最后一场比赛呢将是要由台中的西岳高中来出战是崇义高中。比赛地点呢就是在台体大棒球场，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好的，我们今晚呢在台体大棒球场的3场比赛转播呢到这里完全告一段落，非常谢谢秋平正经教练，谢谢，我是张群，请代表全体辛苦的工作，感谢收看，我们在下场精彩比赛再会，拜拜拜拜。璀璨阳光洒在我肩膀，坚持就是我的疯狂，不要害怕，只要往前狂，今天开始踏上青春的步伐，青涩外表纵然年少，却像黑袍等待时机来到，直到那一天那一刻起跑，动静之间风起云涌，流下的汗水编织成笑容，动静之间